大条，哎，你去给我找肖万长。那周书生干啥？你别打他的主意啊，他有他的事情。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大事儿，我让他给海娇找一所最好的学堂，让海娇，上学。上学？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啊，扁担放在地上。不知道是个一字，瞪针眼瞎不行啊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肖老板真是虔诚啊！哟，罗探长啊，是我。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？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，我当然是来查案子的。那这么说，我的公司里边有人犯案了？有，当然有，而且还不小呢。那走吧，咱们到客厅去谈。不，咱们就在这儿谈。我觉得这儿的气氛非常适合咱们的谈话。那好吧，那罗探长就直说吧，我的公司是何人犯案，犯的什么案呢？怎么，肖老板对我查的案子感兴趣啊？二哥，二哥，你怎么还不去找啊？我都找到了。找到了，这么快？二哥，你听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哥那可了不得了。哎呦，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啊！我没费吹灰之力，就把他的下落给打听出来了。嘿，罗探长。你到底在查什么案子呀？肖老板是不是小帽子挠心，瘙痒难耐了吧？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缺茶水钱，这个可以收下。你这是在贿赂警员，要罪加一等。我只是想知道啊。急什么？俗话说得好，好饭不怕晚。出水才看两腿泥啊。咱们现在就去找他。那二哥，我现在有集合兄弟，带点家伙。哎，你集合兄弟们干什么呀？不是，咱又不是去打架，就咱俩人去。什么？俩人去？对，咱们去串串门。大哥，
那姓罗的探长来干什么？啊，他说是来查案子。查案子？我看他是没事找事儿。哎，怎么？我看得出来啊，他绝对不是无中生有。阿全，马上去趟家里，跟你嫂子说，让他。站住！你们找谁？去东方一下你们肖老板，就说他有个老朋友来拜访他，让他出来来接我。我的老朋友，谁呀、啊？大哥，是我，白豹啊！哈哈哈，真不愧是大哥，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一眼就把兄弟认出来了。有什么事儿，进去说吧。谢大哥。豪华阔绰气派，一铁流行到哪儿都是大手笔啊。来干什么？养你了。想我？谎话，全是骗人的谎话。那你说那个罗探长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有什么意思？警匪一家无非是想敲诈勒索一些钱财。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回去？我打算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就在这儿住，在这儿吃。为什么呀？我白豹是个直性子，从不藏着掖着。肖万长，哦，我还是叫你一声大哥。你说你这轮船公司是不是有我白豹的份儿啊？为什么会有你的份儿啊？好，既然这样，姓肖的，那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。你告诉我，你这轮船公司是不是用我和兄弟们结的镖银做的本钱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不是？那镖银呢？说话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那好，我们就用它来说话。那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白豹得到那批镖银。你记着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要想办法藏好那半张藏宝图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他看得比我的性命还重要。赶紧给儿子写信，跟他说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绝对不能回来。回来了，我肖玉普回来了。哦，云普哥哥，嗯，
萧叔不是叮嘱过你，没有他的话是不许回来的。那咱们这次连招呼都没打就回来了，怕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要跟我爹爹妈咪来一个突然袭击，我就是要给我爹爹妈咪来一个大大的 surprise。 你怎么不说你就是爱搞恶作剧啊？你就等着挨小叔骂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我爹爹唯一的儿子，我爹爹和我妈咪想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刚见面就骂我呢？嗯，嘿嘿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过于自信了。我要没这点自信，我就不是萧万长的儿子，我在英国就白混十年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听我的，从现在开始咱俩各回各家，完事我联系你怎么样？嗯，你快回去吧，你看你啊都急得火上房了。嘿嘿。See you later. See you later. 拜拜。拜拜。来，不用找了啊！谢谢。别叫，自己人，别叫 ，OK， 乖乖乖，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我是谁？我是这家少爷呀、啊，我少爷啊。我怎么不认识，对不对啊？那是因为十年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啊，你压根还没有进这家门呢啊。哎呀，一晃十年过去了，咱们家的这个院子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别傻愣着了，赶快带本少爷去见我妈咪吧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可真够啰嗦的，我的家我能不认识吗？快去传话，就说少爷我萧银浦回来了。萧银浦，你能不能不装糊涂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没什么耐心啊，信不信回头我跟我妈咪说把你饭碗给敲了。你敲不了。我怎么敲不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家老爷不姓萧。你说什么？不姓萧？想当他的儿子，那得改姓。赶紧给我出去，小心我放狗咬你！出去！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的箱子。谢谢。真不好意思。哎，什么？卖报，
卖报，卖报了，卖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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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先生，买份报纸吧。谢谢。馄饨来喽。王伯伯，王世昌是你伯伯。小兄弟，那你认识萧万长吗？萧万长，就是万长轮船公司的总经理，萧万长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出国留学的儿子。你是他儿子？你认识我爹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赶快吃馄饨吧，马上就凉了。什么？萧万长的那个小兔崽子回来了。咱们的眼线见到了他本人。六爷，这次萧万长的儿子，咱们这次可不能再放虎归山了。当年要不是那个罗派克，没错，就是因为这小子。六爷，我这就带人去宰了他，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不行，六爷，那黄金至今下落不明，兴许这小兔崽子知道秘密。大哥，你说那小崽子能在哪儿呢？先到汪伯伯家再说。谁啊？是我。等着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你找谁啊？啊，你好。请问这是汪世昌汪公馆吧？有什么事情吗？麻烦您通知一声我汪伯伯，就说我来找他了。请问你是谁？我叫萧英普。萧英普？你就是萧英普啊？对啊，我就是。你知道我？对不起，我们家主人不在。不在啊？那他去哪了？出国了，十天半个月回不来。哎，管家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那既然汪伯伯不在，那麻烦您通知一声汪宁涵汪小姐也行，好吗？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汪明涵小姐。不可能啊，汪宁涵是汪世昌的女儿。我说没有就没有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小声点行不行啊？不行，爹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。
那小子就往那边去了。都听着，咱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绑人，只能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动手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跟上。二哥，你是不是又想小婉茶了吧？不错，无时无刻不想他呀。嘿，二哥，依我看呀，这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能翻就翻过去吧。啊，翻过去谈何容易啊。小婉茶我既敬重有痛恨的，他既是我白豹的仇人，也是我白豹的恩人。如今这个仇人没了，我这心里反而还真的空荡荡的。二哥，只可惜我们劫那笔镖银算是没下落喽。没了就找出来，他萧万长活着的时候也没透露半点黄金的下落。二哥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吃饭？饭都凉了。海娇和汝生还没回来，我怎么能一个人吃啊？这个周汝生也真是，这么晚了还不叫海娇回家。这不能怪老三，海娇的任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三能推动他吗？再等等吧，饭菜凉了，热热就是了。
孩儿，你就吃点饭吧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今天要不把话说清楚了，我宁愿饿死。孩儿啊，为父真是一言难尽呐。诸位，这是想干什么呀？瞧这阵势，不会是想打劫吧？哼，就你呀，浑身上下也不值几个钱呀。那既然不打劫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爹是萧万成，你认识我？我不但认识你，我还知道你今天刚从英国回来，有点意思。看来你对我的事情很感兴趣嘛，了解得一清二楚的。小公子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哎，跟你走？去哪儿啊？带你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。小爷，我没心情在这跟你扯闲篇啊，让开！找死！今天这怪事真是一桩连着一桩的啊！小爷，我正好憋了一肚子气没处撒，拿你们几个出出气也不错。来吧，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？小爷奉陪。一比零，上！你群废物！臭家伙！行啊，跟小爷动家伙。哎，你们！孩子呢？
叔叔，快点。周叔，你快一点。哎，来了嘛，这不是。你看。小流氓打架，没什么好看。走。我呸。那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。不要脸。阿娇，你怎么见火就着啊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白海娇。就这脾气，你说你大姑娘家家的成何体统？走走，回家咱不看啊！我不回去，我要去救他。哎，我带上这个，他们就认不出我来了。哎，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海兄，海兄，你什么人？干仗就干仗，怎么着？还要查祖宗八代啊？臭丫头，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我知道。你叫屁股。说得好，他就是个屁股，哎，还是个肥屁股。你今天就是老虎屁股，姑奶奶我也照打不误。给我上！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罗探长，那你去哪儿？我去苏州桥转转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回家了。好，走。住手！走，快走！走！你没事吧？打成这样，你说的。走。哦。
哎，别乱动，你的伤口刚刚缝合包扎完，这么乱动会崩开的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你吧？谢谢你救了我。别谢我，救你的那个人是个穿红衣服的人，你可别谢错了对象。差点把他忘了，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人。海娇，你怎么又跟人家打架？那么多，你欺负人家一个，见死不救，那不是我的性格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行侠仗义，我在书上看的。什么书？《水浒传》。净看些没用。怎么没有用？我最喜欢的就是《水浒》里的一百单八将，那是个儿顶个儿的大英雄啊！人，师傅，我快晕死了，快去给我倒杯水去。我去倒吧。老三。你怎么不拉着他？二哥，这事儿赖我。爹，这事儿不怪周叔，要打要罚，冲我来。说说吧，那些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要袭击你？我不知道。图财还是害命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这可太奇怪了。是很奇怪，从昨天到现在发生奇怪的事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。你能对我说说吗？我不知从何说起。那你安心养伤，想起什么打电话找我，我叫罗派克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在现场捡到的，是你的吗？是，是我的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。又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姑奶奶，爹，我宝物丢了。宝物？哦，你带的那半个玉麒麟？